美国德州加尔维斯顿市议会在月例会当中，首度邀请德州医学大学专案讲师妙容法师，用菩萨的愿心弘法立身，用虔诚心为议会大众献上祝福。To say a prayer for you, a prayer for blessing on our city council in Galveston.妙容法师用英文诵读幸运大师为国家祈福祈愿文，体现佛光山宗教和谐共生共荣的精神。此次议会进行顺利，除了讨论灾后重建及社区供电等状况，也因为佛法让原本严肃的市议会让彼此增添更多温馨互动。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。